在加入徐工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了高端工程机械及核心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诞生，看见了徐工第二期非洲水窖的成功，看见了徐工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也看见了全体海外人员为了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国门迈向世界而做出的努力。战略进一步的工作需要耐心仔细地去精确每一组数据，这样一份重要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新进大学生来说，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挑战。在徐工半年的工作和学习，让我开始了全新的旅程。在这里有着完善的员工培养体系和职业发展通道，更重要的是有了将知识和实践充分结合的机会，这让我能够始终保持着充足的干劲去面对任何挑战。刚进徐工就感受到这里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健全的规章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大平台可以不断地磨练自己，突破自己，特别是海外营销工作能够汲取更多的养分，让自己更快地成长。在逐梦的路上，我时刻准备着我也能成为一名徐工海外人而骄傲，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在今后的岗位上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工作，为徐工的珠峰登顶奋力拼搏。能进入徐工是我最幸运的事情，希望在这里发光发热，逐梦前行。徐工的品牌认知度很高，口碑很好，有这么好的基础，将来我一定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与业内的顶尖高手同台竞技。